老哥，你跟我闹啥呀？侯伟言，我跟你讲啦，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件事哦，若是我讲出来，你一定嘛是受气的啦。啊，你一定受气啊！我一定受气，你放心，我叫几落百个小黑金啊，也是的吗？叫那个拍，那个拍，我跟你讲，阿宋聪，阿宋聪哥呀！你讲啥？你在讲啥？阿宋聪哥呀！我做这样的戏啊，我那时候有没有想在意？啊，好呀。